多谢，感谢咱全心全职的，啊，咱的林弟兄，志。对，茶米粉是几十年来每一场选举，包括2019年，咱蔡英文总统全国到处茶米粉。2018年，咱台中市市长的选举嘛是茶米粉，甚至到乐山，搁有龙虾沙司面。宽宏的支持者来查这个米粉，竟然派出所调门，检察官复讯，就是要制造啥寒蝉效应，要让大家会着惊，要让大家手软。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因为要安尼来影响咱的选举，大家讲对啊？唔对？